我跳的比他好。马腾，哎，我店开业的时候你就这么给我跳啊？没问题，给我跳开场舞。好，好嘞。来就行。我买票了，过了年就走。非走不可。我留在这儿不快乐。快乐有那么重要吗？对我来说很重要。那我他妈包的啊，趁热我赶紧吃。来，你来投一个。哎，那丁蟹过年还得照顾呢，你俩别给我掉个脸啊。徐小波，大气点，来，咱仨碰一个。弄弄弄，回去换件衣裳，下午我俩出去。大吉大利啊！干杯！大吉大利！哎，这就对了。小波，你说两句。财源广进。好。哎，新店你还没去过呢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在汉南就没见过那么时髦的卡拉 OK， 真的。连排的包厢，中间有个大舞台哈。简直是坐在云上看闪电，舒服又震撼。在水一方什么时候开业呀？我能赶上不？在水一方名字用不了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名字之前是一家洗浴用的，现在店倒了，注册文件丢了，文件找不着他们就注销不了，这名字我们也就用不了了。不是，多大点事儿啊？你再起个新的，叫啥都行。你想叫奇迹乐园都行，成不？票是买去哪儿的？西安。去西安准备干嘛？服务员，我打听好了。行，挺有出息的。反正你都要走了，这店跟你也就没什么关系了。名字咱们跟李叔定吧。啊，你走你的。哎呀，咱今天不说这个啊。琪琪，下午有事不？要不你跟闹闹姐，咱一块儿出去玩去，顺便给你买件新衣服。去不去？我吃饱了。哎哎哎！徐小波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老板跟他说吧。老板，他，我说兄弟啊，人怎么又来了？啊，你都找了这么多天了，还没找着，你就甭费劲了，啊，我们这搬家呢，回去吧。啊，您不是自己说东西就在店里，让我自己找吗？那你都找了这么多天了，不也还没找着吗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根本没有。那您也没规定我必须在一天之内找到。神经病，脑子有问题。随你，随你。大哥，麻烦问一下原本的会计室在哪儿？谢谢。琪琪，琪琪，
这两天别乱跑，我跟你爸正在给你研究进厂的事儿呢。人领导说了，让你先去技校学习一年，明年进厂，是个坐办公室的岗，不影响你胡闹。我每次说话你们都假装听不见。我票已经买好了，过几天就走。齐心，你才多大呀，还不满18岁呢，到了社会上你也是根本没法立足。你想想现在外边那坏人多多呀，你又没什么经验，那西安哪像家里呀，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你们不需要我听话，有罗岩一个人听话就够了。行了，不用跟他废话，赶紧过去了。罗琪琪，我告诉你，你哪儿都别想去，西安你想都别想。这孩子真犟，这点东西能找着吗？那就让他找呗，正好给咱重新规制一遍。来，听红啊。一会儿给巨贤打个电话订包间，今天下午就带他去见人。行。逼我也没有用，让我下车。琪琪，你就听点话好不好？你说你这初中刚毕业，你去西安打工，你能干什么？你除了给人洗盘子、给人扔垃圾，你什么也干不了。在汉南，咱们一家人待着多好啊，相互还能有个照应。你们不想让我去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还是真为了我好？琪琪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爸爸说话呢？让不让我下车？师傅开着车呢，别闹了啊。危险！我给你拿着，先去这。喂，乌贼，快救我！我现在在黑龙三角门口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给谁打电话呢？别管，谁啊？来了，我们说的快点。在这等我啊，别动！跟我走，跟我走，罗琪琪，你，罗琪琪，你是不是得气死我你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人都等着呢，赶紧走吧。我不去。别闹了！哎呀，哎，接上！我不，罗琪琪啊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你才高兴啊？这么多年我亏待你了吗？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喝了？老是跟你爹妈对着干！你就松手吧，爸爸妈妈不会害你的。不，你放开我！松手！我不！哎，干嘛呀这？松手！罗琪琪，
多少回了跟你解释过了，当时你妈都急疯了，你还在学校上课？这忙来忙去，那么多人，我顾得上你吗？我？对，你们就顾得着罗圆圆了，是吗？这话怎么说的？哎，这车，哎呀，琪琪，走，你别跑了，撞鲁豫了啊！要来，要来，撞鲁豫了，哎，这是走啊！琪琪，琪琪，跟人跑了，琪琪，琪琪，哎呦，罗琪琪，你给我琪琪。 你一下又找到了，师傅分钟吧。哎，哦，哎呦，累死我了啊！我跑遍咱整个汉南，坐灯牌子都关门了，只有这个。笑啥？你要不要？我要走了啊！哎，不要！拿着，我先拿梯子啊。哎，慢点。 琪琪，你看一下正不正？左边一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好。我去开灯啊。嗯。 一定要走吗？这些年。 我一直拿自己当你亲哥，我想过你要走，也是考上好大学，找到好工作再走，高高兴兴的，风风光光的上火车。哥知道你读书多，聪明，有脑子，所以我老替你觉得可惜。 但是我不知道。
你在这儿好像真的不高兴，在受委屈。以后不管上不上大学，书得照读。学知识总是没有错的，也要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儿，走哪条路，想清楚了再走。很多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别让自己后悔就行。后悔了也没事儿，别怕，有哥在后边呢。每天走，哥送你。自强不息啊，罗女士。记住了，自强不息。那女孩呢？钱赚够了，已经辞了。钱赚够了，她赚钱干嘛？听说是去外地打工。哎哥，想看点啥？张俊来了，过年好，高老师，快进来坐，刚好陈静也在。记得吗？你们之前同过班，之前他跳级跳走了。记得呀，小神童陈静嘛。我也记得你。你说啊，那会儿你们都这么高，现在长这么大了，都还这么优秀，尤其是陈静，现在是你们年级第一呢。当然啦，我们俊俊也是好孩子，每年都来看老师。哎，对了，琪琪呢？听说你们都上了汉南，他怎么样了呀？不知道，我跟他早就不玩了。琪琪这孩子脑子好，不学奥数可惜了。这事儿不怪他。是，这孩子倔，但凡事啊都是一体两面的。越聪明心思就越细，好多事儿他不容易忘。还是像你一样皮点好。我去给你们弄点水果。你们说的罗琪琪是我同桌吗？你还记得？记得。他很聪明，在汉南中学图书馆经常看到他的名字，我们总结同一本书。借什么？挺多的，有一本叫《天府数学》的，我一直想看，现在还在他手里。
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陈进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跟我说句过年好吧。过年好。你也过年好。老师，我来还书。天府数学，陈进，你要书？罗琦去。还记得我，记性够好的。这道题做的不对，答案应该是 n 大于等于三，不是 n 大于等于二。你看了一眼就知道啊？这个我算过，我知道。看到了，一加二。错了错了。到这里都是对的。但是你不应该用自己不熟悉的解法，还想当然。老师，我能借一下黑板吗？做的是对的。其实这道题用求导法也是能够做出来的，就是会比较复杂一点。你算不下去，是因为你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导数的含义。数学是很严谨的学科，就算你碰巧套对了方法，代入一和二这些数值，也还是会立马发现问题。其实你的解题思路是对的。但是你喜欢钻研这些艰涩的题型，基本功不扎实，所以就会比较吃力。其实这道题还有一种解法，随便吧，反正我也不上学。这种题做对十道也赚不了钱。你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那些书吗？
我记得你，不是因为你是同桌，而是因为小时候你看过比我还多的书。我知道你得过奥数一等奖，我还知道你看过苏菲的世界。这些能赚钱吗？你还真是跟小时候一样，爱讲大道理。你和小时候不一样了。哪儿不一样了？你应该清楚。怎么？北大是靠管闲事考上的？我只是觉得可惜，在这个学校里，有很多受戒律的人，只有你跟我。我曾经以为我们是一样的，都喜欢做这种别人不喜欢做的事情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为什么退学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喜欢图书馆的人不会不想上学。我就算是不上学，我也一样可以读书，一样可以做数学题。可是我们刚才算的这道题，就是普通的高中数学解法。你似乎对学校和知识有些太傲慢了，所以你不懂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在推演上。因为你的大脑缺乏系统性的训练，求解、推导、演算，这些靠聪明是不够的，是需要积年累月的训练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大脑是需要训练的，逻辑性。给人讲道理很爽，是不是？自己保送到北大了，觉得所有人都是芸芸众生。我很理解你现在的愤怒，但愤怒只是愤怒，愤怒不是选择。罗琪琪，汉南到现场，好香哦！放那儿，放后面。哎，这谁的行李啊？你拿一下哈！哎，拿一下，拿一下，我们往后面放哈。稍等，稍等。这里，这里，对，挨着放，挨着放。来，你的吧，好。挨着放，挨着放。好，行，都挨着放哈。来。舍不得了，那要不不走了。
么才来呀？好晚了。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吃什么长大的？这真是太笨了，你竟然会输给陈进。要说我才不会输给他。那你去试试啊。我不能去，大王不见大王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是王不见王，你是王吗？我是自己的王，我可以决定我自己想要做什么，想要干什么。你呢？你真的想走吗？你不想走。我也想过，但是我更想上大学。我如果上了大学，肯定很厉害。我以后要这宇宙飞船算算数。你呢？其实你不想走，你只是受不了了。你受不了爸妈不爱你，学校里有人欺负你。你受不了全世界除了小波波，没人愿意听你的故事。我没有走，你也别走了。我们永远不要让自己后悔。我不走了，我要留下。走。没事的。喂，你好，我找徐慧中。哦，稍等一下，去给你叫。谢谢啊，老吴。喂。没说话。是你吗，罗琪琪？你在哪儿呢？啊？你是不是得气死我？你。说话呀。罗琪琪，你说话！我错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，我就想上学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行吗，妈？
去吧。对，师兄，我们不过去了，就不用费心了。不是说要来看看大学吗？怎么不来了呀？你那个妹妹回心转意了？她就是小孩子闹脾气，不用管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都好吧？哎，就那样呗，就是上课做做研究什么的。你来了就是吧。哎，对了，小郭，你想好了没啊？打算考什么大学啊？想考省师范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考上。反正就剩最后这段时间了，努力吧。行。挺好的，免学费，挺适合你的。好，谢谢师兄啊，那就先这样。行，那我挂了。哎，去学校了，我不想上学了。你得学习啊，有知识，有了知识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可是我还小，我长大不就有知识了吗？那不一定，有些事情啊，并不是你长大了就自然而然的都懂。继续啊，人生有很多条路，就像这个迷宫一样，有时候你就得选那条看上去不是出路的路，可它恰恰是通向出口的路。嗯，嗯，来啊，琪琪，回家吧。青山哎，美女要丝袜吗？你有病吧你！哎，你不要丝袜也行，你留个呼机号啊！全让你吓跑了！什么呀？别扯坏了！反正也卖不出去。哎，我看你这两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哎，你这年过得怎么样？啊？都那样呗。哎，晚上跟我回家打游戏吧，我刚买一四合一，吃醉药散。今儿不行，今儿得接我奶回来。明儿呢？过年了，事儿多着呢，忙，忙。过年，你爸又不回来，
哎，回来回来，钱到位就行。哎，你爸还在那个埃塞俄比亚，那叫塞班岛，大哥。塞班岛，他跟塞班岛的工厂又续了三年，赚钱呗，这边赚一块，那边就赚八块。哎，听我爸说，塞班岛的云白的跟棉花似的，海特别蓝，但就一样不好，没自来水，他们都得接雨水喝。放屁呢吧，雨水能喝？你逗我，大海好呀，我喜欢大海。哎，到时候你爸要去的话给我带上。行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。哎哎哎，大姐过来看看啊。哎，便宜着呢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哎，春节大减价了。